情况也是，还要手脚的夺路。然后缩尾，轻功反手，然后那个穿，情况就是唯一的就是他们从这儿拖过来，别这样，就这个这个别这样，这样这样，你看他是这个掌心这样这样合着口，稍微拧一点，因为这样的这块就张开了，合不住了。这样，然后转，转，然后是反手，翻，这是挺出来，这就是乾卦，然后再翻，从这翻，再翻。转就是来回来去转，这可以转转十圈，转一百步，转一千步都行，就这么挺着劲儿。然后换式，穿，就行。这是乾卦，坤卦是走这个。坤卦有两种方法，一个就是反身，从这儿一反身回掌，二，然后从这儿翻，这个时候俩脚靠着掌，靠着这样。这手这叫麒麟主出，从这儿一翻，麒麟主出。这从这儿一翻，这是麒麟主出。它这个这也是从这儿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一落下来，从这儿一甩。就是直接，他们那个不是有这个摆脚那个吗？所以在摆上，这也可以，这是变卦，不是什么都可以。还有一个就是直接从这儿，就直接从这儿翻，因为你接手就对方就在这儿，这样也行，这样接。其实他林局长有时候这样走，穿手，然后从这儿走，再走。